军手拿生命探测仪放进瓦砾堆中。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，就是在今天早上的大概4点半，我们台南地区的部队啊，先到装甲564旅跟工兵的5式工兵群，还有炮训部的应变兵力啊，就第一个4点半钟就到达现地开设指挥所。 工兵的部队当然是以生命探测器为主，那特战人员呢，就是协助消防人员到进入到里面去，这个搜救有生命迹象的，另外就是装甲564旅跟这个炮兵训练中心的他们所派出来的兵力，以做人力接驳，然后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。 我们接获指挥官的任务赋予以后，我们就会带我们机具到我们的救难场地去做搜索。然后我们会带我们的生命探测器以及红外线的热感应援镜头，还有彩色镜头，深入到搜索之后，可以看到热影像，还有看到用彩色镜头加 LED 灯，可以在我们荧幕上显示出来我们搜索到的画面。我们目前一定要用那个征收球，现在下去搜寻，然后360度的旋转去看到画面，那讯号会传输到我们手上的征收仪上面，然后才能征收到。 里面我们人员没办法进入的相对位置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搜寻的进度。 第一个时间，你就看到很多的国军弟兄已经赶达到这个现场，好，让我们很感动，日夜就守在这边，好，谢谢这些国军弟兄的协助，无怨无悔啦，拢一直都付出，都多谢因这边的帮忙安尼啦。